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75面，经文啊。第六行，从经文看起。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这两句是第22愿啊，过无女人愿。若有女子、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这是第23愿，厌女转男愿。下面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这是第24愿，莲花化身愿。后面这两句是总结，若不二者，不取正觉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三愿呢，也都圆满成就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章啊，右面这一章啊，设三愿啊，这里头有三愿，过无妇女是第22啊，22愿过无女人愿啊，见无疑，这是五种原疑本啊，这一句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啊，把出处说出来。若有女人到命中即化男子来生我刹，是第23愿啊，厌女转男愿，又称女人往生愿。第24呢是莲花化身愿。这是五种原疑本里的无疑啊，无疑就是康僧铠的本子啊。第22愿，过无妇女愿，无疑愿，令我过中啊。无有妇女，汉译的愿啊，成就文中是女人往生者，则化身借作男子。又曰：其过中习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又唐。道宣律师引经云：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今极乐无三恶道，亦无妇女，纯是32种大丈夫相。幕后念老在这里做了一个结，小结：该男女之间呢，一生情爱。便是退远，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这里又是很详细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图里头没有女人啊。我在早年
有这么一个印象啊，有一个居士学佛也多年，他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人家在问他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我不愿意去。有这样执着的人，当然他不会往生啊，只要有这个执着就不能往生啊。这一段这个经文只有两句啊，注解里面这个念老啊，把这个两种译本里面的经文都引用在此地啊。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化身，身相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读过了，极乐世界没有男女相，极乐世界去往生的跟阿弥陀佛的相完全一样啊，体质不是血肉之躯，是金刚不坏身啊，相貌愿文上讲的戒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佛相啊。祖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是世尊随顺过去印度人的一个概念啊，人这个有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啊，那么佛示现在印度，这些相通通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中国人讲说贵相啊，富贵相啊，那佛通通具足。而实际上呢，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十报土啊，是诸佛如来的发心土啊，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所见到的是法相，不是法性。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实在讲呢，你得的身是法性身，你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是自信所现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只有心，只有心现，没有识变啊。为什么呢？那个世界原本在他方诸佛世界里头，四圣六凡是识变的啊，都是以阿赖耶为自心啊，为我们的心，以血肉之身呢为我们的身，这是错误的，这是假的，所以身心都不可得啊。在这个十法界里头啊，超越十法界了，那就是升到十报庄严土了。谁的十报土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自己的十报庄严土。大乘经上讲的土有四种，四土全是自信
所现的。换一句话说，四徒实实在在讲，全是自己自信具足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呢？具足法身，具足般若，具足庄严。所以他说，末后一句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信显的，心心识变。那个变呢，也是自己八十五十一心所变的。离开八十五十一心所，没有一法可得。所以在大乘佛法里头，法相为实宗的，他们的这些学人，不承认有六道十法界，他不承认。他说宇宙之间有什么东西呢？只有识。他承认有识，不承认有一真庄严。这法相宗啊。所以他说唯识，唯独识是真的，是有。他是什么？能变呢。他说能生能变。这个东西是真的。所生所变是假的。为什么呢？刹那不住。这是事实真相。整个宇宙，我们可以说除十报庄严图之外，法性图法性身这个要除外。十法界里面全是心心识别。所以这一个支派他们只承认有能现能变，对于所现所变的，他们认为这是假的，他不，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东西存在。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正确，一点都不假。符合世尊在大乘经里面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东西不是虚妄的呢？能现的真心不是虚妄的，能变的妄心也是虚妄的。自性里头没有阿赖耶啊。阿赖耶是自性一念不觉才产生这个幻象，它不是真的。你看法相宗的修学，转八十成四智，转过来之后八十五十一心所就没有了。能变的却没有了，能变的没有了，哪里还有所变的？这个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可是几个人懂呢？几个人能体会得呢？又几个人能证得呢？那就太少了。
啊，证得的就是法身菩萨。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证得了。啊，为什么他证得？他开悟了，他见性了，见性就是转识成智。我们净宗不叫见性，也不叫转识成智，叫什么呢？叫理业心不乱。啊，诸位要知道，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就是法相宗的转识成智啊，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啊，这些人虽然是达到这个境界了，有没有回归自信？说实在的话，没有。为什么没有？啊，见了性了，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道理在此地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通通回归到十报庄严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十报图里面住的是哪些人？啊，《华严经》上说得清楚啊，十报图里面居住的人。41位法身大士主报土啊，华严原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40个位置，再加上等觉，这41个位置住在报土，十报庄严土啊。他是我们称他做法性土，为什么呢？那个里头没有实的作用啊，就是85、11心所完全没有，所以他那个世界没有变化啊。那要他说的变化呢，就是两个变化，一个心，这个境界现前了；一个是这个现前灭掉了。啊，我们讲生灭，就这两个变化。除生灭当中，决定没有变化。啊，时间多长呢？《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3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是叫无量寿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一切诸佛刹土十报土都叫无量寿，实在讲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啊。啊，但是极乐世界的殊胜不是殊胜在十报土，十报土佛佛道同，平等平等，没两样。殊胜在哪里？殊胜在下面这两个，同居土跟方便土，这个太殊胜了。那为什么殊胜呢？是阿弥陀佛48愿加持他的，这在十方一切诸佛方便土跟同居土里没有。啊，特别是同居土啊，凡身同居就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众生是业报啊，这个要知道啊，随业受报，
你这一生做的善业，来生得三善道的果报。这一生造不善业，来生是三恶道的果报。六道轮回净干这些事情啊。修行人善恶通通放下了啊，所谓是两边不着，中道不存。他到哪里去了？他到方便土去了，四圣法界。四圣法界完全是修行人，声闻缘觉是小乘，菩萨佛是大乘啊，那个里头都是修行人呐，没正果，这个要记住啊。依旧用的是阿赖耶啊，用的是妄心，用的不是真心啊，没有见性嘛。依旧用阿赖耶，虽然用阿赖耶，他用的正啊，他没有用错。为什么？我们可以说，那些人都是老实人，都是听话的人，都是真干的人，完全遵从佛陀经教的教诲。持戒修定开智慧他们绝对没有违背佛陀教诲在这里找不到的那边修行修行到把烦恼断尽了，他就出离了见思烦恼断尽了，就出了六道了四圣法界里头第一个层次声闻，就是阿罗汉。能够把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断了，他就真辟支佛果了圆觉圆觉比声闻高，声闻是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圆觉习气断了但是他尘沙烦恼没断所以他一定是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之后就是菩萨了但是尘沙烦恼的习气没断习气断掉了，就是十法界里面最高的层次，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知道他们很厉害尘沙烦恼，这个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了。他还有无明烦恼没断。如果再把无明烦恼断了，十法界就不见了。十法界不是真的了。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
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六道轮回是个梦，是一场梦。醒过来之后还是一场梦。那这六道是梦中之梦，醒过来之后还是梦，还没真正醒过来，真正醒过来了，无明断了，无明断了的时候，十法界就没有了，这个时候现前是什么呢？现前就是十宝庄严土。你看到你自己的报身，你看到自己的报土，法性身、法性土，无明断了，无始无明断了，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这个习气可难断了。我们能理想得到，能想象得到，无始无明习气。深了，太重了。从什么时候你有的？从一念不觉而起而有无明，那个时候就有的。你想想看，在六道，在十法界，这个时间多长？佛经上讲无量劫。无量界的无明习气不容易断，见思烦恼习气、尘沙烦恼习气是有办法断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法自断了。为什么呢？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你就烦恼就生起来了，那比无始无明那个还厉害呀！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么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他们的修行叫什么？无功用道，此处用不得力。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境界里头的人。都是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就到十法界去了。都是不起心不动念的，住在那个地方啊，时间那么长。你要不要去？好像去了什么的事情都没得干，好像非常寂寞，不起心不动念嘛，当然没有分别之处，你说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在那里就等，慢慢让无明习气断尽，他就回归自信了，就进入常寂光了，那才叫究竟圆满啊！就是华严经上妙觉位也，妙觉位是常寂光啊。可是诸位同学要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不寂寞啊，一点都不寂寞。为什么呢？虽然不起心不动念，他有感随同啊，遍法界虚空界的众生跟你有缘的有多少人啊，这些有缘人已经成就了，修行正果已经成就了，都在十八土，
所以你到十八陀，你就遇到无量劫来跟你有缘的、认识的、有关系的人的时候，他们修行正果在那边啊，你会遇到很多很多。那还有很多很多，还有没有修行的，还在六道、还在四圣法界的啊，那个人，我想数量的时候不少。啊，不会少过十八陀的人。那些人等你帮忙啊，他有感你就应啊。啊，就是像释迦牟尼佛这些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呀，那常常来呀。啊，他来不是业报身了。他是什么？尘愿再来。啊，初发心的发过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这些有缘众生找你，你能不度他吗？啊，虽然现身，虽然说法，虽然度众生，你知不知道他没有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在当年在世没起心动念过。这是真的，要是真的他要起心动念呢，他就堕落了，那就不叫三不退了，那就完全退转了啊！一动念马上就退转，他不会退转啊，不会退转就是告诉我们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应化在十法界。这叫真功夫啊，这叫真本事啊。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门就说什么法门，都没有起心动念过。那什么？完全是众生的感，完全是众生的念头。啊，随着他的念头，自自然然就应了。啊，不是想一想那就错了，想一想是凡夫了，六道里头的了，他没有想，啊，他也没有思，啊，所以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啊，真正不可思议。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了啊，在发性陀里头，发性陀里头不但没有男女，没有善恶，没有染净啊，弥了的时候才有这些东西啊。你看染净，四圣法界有染净，没善恶，六道里面有善恶，有染净，有善恶，啊，四圣法界有染净，没有善恶，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呀，啊，极乐世界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十报庄严土共同的名称，每一个诸佛如来的十报土都是极乐世界，那没苦吗？啊，没起心动念，哪来的苦？啊，是叫真正极乐，这是我们的搞清楚啊！啊，然后你再晓得那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女人，这个要知道。不过极乐世界此地来讲呢，它特别的地方，它同居土没有女人啊，同居土是六道啊，
那这不是讲十报图啊，十报图都没话说了。啊，同居图没有。啊，那方便图当然更没有了。啊，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在那个地方修行成就快呀、啊。为什么呢？没有情执啊。啊，有男有女容易生情执。情执是退转第一个因素，那个力量太大了，一动感情马上堕落。啊，所以这一月我们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何以能够保证同居土地学人圆证三不退，这一个举动是真的起作用啊，这不是假的。啊，那么十方刹土修行为什么那么困难？退缘太多太多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退缘太多太多了。而退缘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情执。啊，西方世界同居的土里头，所有一切的推缘几乎通通没有。啊，这个地方是特别提出来。啊，如何能把情执忘掉？啊，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佛是同一个身相，啊，没有相貌差异的，因为相貌差异也有退缘，相貌好的就叫做傲慢，相貌不好的就有自卑感，你看嘛，都叫人生烦恼啊，啊，身体健康的那就很得意。身体是衰弱的又很苦恼，那都是不平吗？这个世界谁能把这桩事情做得真平等？阿弥陀佛有这本事。啊，我们在娑婆世界讲什么样的平等都是假的，有名无实啊，这怎么个平等法了？啊，现在的社会，你看最显著的，一般人常常挂在口头上，贫富不平等。这造成社会动乱的。西方世界的时候永远不会动，不会动乱。为什么呢？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西方世界，你想要什么样的享受，是随你念头就现前了。啊，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念头才动，就摆在面前了。啊，吃完了不要了，它就没有了。啊，用不着洗碗，用不着收拾，你看平等啊。啊。吃东西是个麻烦事情啊！到极乐世界去，我现在不是凡夫，不需要这个东西啊，这饮食自然就没有了。居住的房子有宫殿楼阁，里面干干净净，什么家具也没有。
客人来了，指一个座位，请坐，那你座位就有了。客人走了，座位也没有了。一切都是变化所作，所以它叫真平等啊！啊，那个地方也多才多姿啊，随心所欲啊。我要是想什么样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它就现什么样，随你念头在变的。啊，真的是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在极乐世界里完全兑现了。啊，非常明显。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不说别的，单单说凡圣同居土。六道里面一切不善的这个现象，它完全没有，这才帮助你常住在定中啊，你的心不会乱了，永远在定中啊，定生智慧。不生烦恼啊！那么在这一愿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用心。这个汉译里面经文里头有这么一段，其过中呢，悉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实际上极乐国里头全是菩萨，没有证得阿惟越智的，是阿弥陀佛48愿加持，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啊，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啊，也就是说，同居土、方便土这里面的修行人啊，这里面的菩萨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啊，他们跟十报土智慧神通道理没有两样。十报土的人不需要佛力加持了，他已经证得了。啊，下面两土的时候自己没证得，用烦恼习气没断。啊，也能够有这样的啊，智慧神通道理不容易啊，所以这娘靠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的恩德从这个地方显示出来了啊，让你有这么好的修学机会啊，你能够短时间快速的圆成佛道啊，这都是十方世界诸佛报土里面所没有的啊。那极乐世界给我们实现的是究竟圆满啊，所以他通菩萨阿罗汉是讲断证功夫啊，见思烦恼断了，就是他方世界的阿罗汉啊，是说他断证功夫的阶位啊，没有证得这个果位，就是还自己还没有能力把见思烦恼断了，那是同居土啊，同居土里面也没有妇女啊，身相
全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你不会比阿弥陀佛少个相，没有这个道理，啊，完全相同。唐朝道宣律师，啊，这是佛门在中国十个宗派律宗的祖师。啊，唐朝他住在终南山，啊，专研究戒律，专弘戒律，啊，所以称他为律师。啊，他引经说这么一句话：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那我们就晓得地狱怎么形成的，情执太重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六道十法界从哪来的？从心想生。我们的思想行为善，外面境界就现三善道；我们思想行为不善，境界就变成三恶道。境随心转啊，这要懂啊。现前这个社会，疏忽了圣贤教育，有200年了。前100年疏忽，后100年抛弃了，不要了。啊，不要圣贤教育。果报是什么呢？我们看现前的社会，看现前地球的灾变，这就是果报。啊，那圣贤是过去了，古代东西了，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那都落伍了，那还要他干什么？那不要才有进步啊，要的话不是永远没进步了吗？确实有不少人这样想法，真的不少啊。他们的想象，现前这个社会，这个地球现前了，都他们想的 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有一些人提倡要学圣贤教诲，他们说这种人就复古了。啊，要走回头路了。啊，好像这是个错误，这是一种迷信。啊，殊不知我们起心动念言行造作要负因果责任啊。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如果影响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那你的麻烦就来了。啊，这麻烦不用说，我将来你自己会亲自感受到，你就晓得了。啊，圣贤教诲不落伍，为什么不落伍？圣贤没有加入你的队伍，
他怎么会落伍？圣贤东西是清正的，那用现在的话就是它是科学，科学讲正清正的，啊，圣贤东西是正的，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科学里面都要拿证据来，啊，它是用科学工具、精密的仪器啊，通过仪器检验啊，我们觉得这东西是真的。啊，古圣先贤他们高明，他不用这些东西。啊，他用什么？用内功，用禅定。通过甚深的禅定，把宇宙之间的真相啊了解了，明白了，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你可以骗人啊，另外一个人也入禅定啊，说出来跟前面讲的一样的，这个人可以差不多可以相信了。有这种能力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你看禅宗的无灯慧远，1700多人都入了这个境界，还有景德传灯录啊，教下大开元节的净宗礼业心不乱的啊，密宗三密相应的，合起来我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总在3000人以上，正的的，正面的，你能说他没道理吗？只能说自己有问题，那些人没问题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学习圣贤教诲，至少在这个乱世，我们心是定的，我们心是安的，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天天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科学技术很发达，有些我们可以用得上，有些我们根本理都不理会它。啊，我们能用上的啊，像电灯、电话、电器这个家庭用具啊，我们也在用它啊，它干扰我们、扰乱我们心情的啊，像这个电视啊、网络啊，我们拒绝它，我不看它啊，不受它的干扰。啊，他们在这个衣食住行方面有很多进步。啊，我们还守住古老人的这个规矩。啊，适可而止。没有贪心的。没有留恋的。啊，我们就得自在了。啊，我们这一生的生活，接受传统文化，
接受佛菩萨的指导，没有越轨也。身心自在，耳目聪明啊，不糊涂啊。现在人活得很辛苦，都感觉到压力很大啊，身体的压力，精神的压力，我对这两个字很模糊，不懂。因为我一生没有这个感受，你讲压力在哪里？没东西压我。我觉得过古人指导的生活很幸福。跟着现在人的觉悟去走的时候很辛苦。你看，一个辛苦，一个幸福，不一样啊。过去我们只听人家讲，那是古时候有老人讲，我这一代年轻小孩的时候听古人讲，读书落啊，体会不到。读书是很痛苦的事情，读书哪有什么落。读现代人的书很痛苦。读古书很乐，学佛之后，全心全力在古籍里面去探讨，真的快乐来了，其乐无穷啊！真的是法喜充满。孔子说的话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种快乐，这种喜悦，与贫富贵贱毫不相关。这个境界，这种喜乐，那必须你要真肯学，你才能得到。你不肯学，你得不到。念老在这里这个结论也说得好，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也没有妇女，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这讲同居图，我认为同居图里面肯定也是像十报图一样，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止三十二种，那么幕后这个总结呢，说男女之间一生情爱便是退缘，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第二十三页。艳女转男曰：“善导大师，于观念佛门，设此愿云，就是解释这一愿，乃由弥陀本愿立故。女人称佛名号，就是念佛。”正命宗师即转女身得成男子，弥陀接受菩萨投身，做宝莲土，做宝莲上随佛往生，这是讲妇女念佛往生。他在往生那一刹那，佛来接引他，
他坐在莲花上，莲花上的身像是佛像啊，这是真的。莲花化身啊，莲花的光色大小是他自己念佛功夫的前身啊，莲花不是阿弥陀佛种的啊，阿弥陀佛这个世界确实有七宝莲池啊，莲花从哪来呢？十方世界的念佛人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就长一个莲花，莲花上有念佛人的名字，决定不会错的。你念的情啊、愿力、信心、恳切，莲花就长得很大啊，光色就很美啊。临命终时，佛就拿这一朵莲花来接引你，一点不会错啊！啊，我们这里开始发心啊，莲池里头莲苞就生出来了。啊，所以极乐世界也称为莲花世界。又一切女人，若不因弥陀名号列者，千劫万劫恒河沙等劫，终不可以啊，不可得转女身。这是什么道理？情执太深了，男转女身容易，女转男身难。那有没有转的？有转的啊，特别是近代催眠术在西方很发达啊，人在催眠的当中说出过去时啊，过去是做过女生啊，女子催眠的时候过去是中说她做过男生，有不是没有啊，有人很容易转，有人很难转，什么原因呢？情执淡的人就容易转，情执深的人就很难转啊。所以你明了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晓得佛说话他的用意。一切法都没有定法，都是随着念头在转 啊，如何我们能把这个邪念转变成正念就好了啊。什么是邪念？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邪念，三途是邪念变现出来的，六道也是邪念变现出来的，设法界还是啊。正念是什么？经教里都说得很好啊，正念者无念也。无什么念呢？后头加了一句，无邪念也啊。那换句话说，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正念。大乘经上讲的八正道，正念正思维是谁呀？化身菩萨。啊，我们把标准放低一点，
不要说的那么高，放低一点，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十法界里头四圣法界，他们是正念。啊，他们那个正念是修成的，他认真在修啊。断邪归正啊，他们真的在干这个啊，可是邪的习气也没断掉啊。啊，断得干干净净的，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嘛，就到十宝图去了。啊，十宝图里只有一种习气，无始无明习气。那么如果是从狭义的来说，啊，正念只有妙觉位一个人，他是正念，纯正。啊，其次的呢，十宝庄严图的这些化身菩萨，他是正念，还带一点无始无明的习气。啊，算那是算正念的，只有习气没有别的，习气不碍事。啊，十法界里头都没有正念的，四圣法界是相似的正念，不是真的正念。啊，六道凡夫没有。啊，但是现在告诉你，有一个正念，念阿弥陀佛是正念。啊，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阿弥陀佛，这正念。啊，这个正念比四圣法界的相似正念还高。为什么？这个正念在你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一生净土你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多殊胜啊，多难得了。那关键在哪呢？关键在放下。我对这个世间不再执着了，我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到这个世界来是观光旅游的，这不是我的家。啊，这里头林林总总一样我都不需要。啊，来住旅馆玩几天而已就回去了。啊，顺便把这个我们自己居住的极乐世界给大家介绍介绍。啊，你们想去的话行，都可以去。啊，替阿弥陀佛做广告做宣传呢。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多自在啊，多潇洒了。啊，一定舍得干干净净。连身都不执着，还能执着身外之物吗？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净宗人的正念。啊，你的念头不是这一念，你就错了。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要保住这个正念。啊，不要让正念失掉，你往生就有把握了。啊，往生有把握，你能不欢喜吗？肯定法喜充满。所以，这个在这个世界
男转女，女转男都有。啊，不过是男转女比女转男容易。啊，这个是实际的状况。那么修佛的人女转男就容易了，为什么？懂得佛法了，烦恼轻，智慧长啊，所以他情执比较淡薄啊，比一般人容易放下，那就容易转。下面呢，这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表法给我们大家看。如释迦因地行菩萨道，即一大阿僧祇劫勤修建立女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没成佛之前也做过女身，而且时间很长。啊，单单是女身修行就一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啊，可见呢，女转男身是非轻易。啊，这里面有两重意思。第一个意思，得人身，得男身，闻佛法，这一生必定要有成就啊！啊，太不容易了。啊，如果得女身呢，更要加紧念佛。为什么？你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转得快啊。那不是不能转啊，不需要释迦牟尼佛这么长的时间了，自己修行要一个阿僧祇劫，得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你这一生当中就转了。今以闻佛名号得清净心，清净者离恶行之过失，无烦恼之苟然，无苟无疑之信心，名清净心。啊，心底烦恼是两个，贪嗔痴慢疑有一样就不清净了。啊，所以他没有过失，没有烦恼。啊，真正离开染污。啊，信心清净的。这个条件就能往生啊，有这么一个条件，决定求生净土，他就决定得生啊。由于净心发菩提心，愿力女身愿生净土，性与啊性身愿切，比起念佛之甚心。蒙佛本愿加位，于命中时即转女成男，往生极乐，是为厌女转男愿。这第二十三愿。
啊，那女生念佛要不要向这个愿中要发这个愿？阿弥陀佛已经有这个愿了，我们心里头要清净，不想这些事情，临命中是不是自然就转了吗？哎，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在吗？你临终时候要不转到极乐世界还是女生，那阿弥陀佛那愿不就全部破坏了？绝对没有的，所以根本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你就晓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是同样的身啊，同样的这个相好啊，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相好，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你还要坚持，我到极乐世界还要女生，我喜欢女生，那阿弥陀佛再另外给你建个极乐世界，纯是女生的极乐世界，要不然成就不容易啊！啊，所以这是我们了解，啊，对极乐世界真的认识清楚，啊，我们才知道阿弥陀佛对我们有多大的恩德。啊，为我们的前途，为我们修行正果，正果想得太周到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没有像《无量寿经》说的这么详细啊！说的这么圆满，说的这么周详啊，迷信弥陀对一切众生的慈悲恩德。下面第24元，莲花化身云：生我国者，介于7宝池莲花中化身。本经第40品，边地一尘啊，第40品是边地一尘。幕后啊，有这一段经文啊，揭露在此地。若有众生明信佛旨，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这句话非常重要。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7宝化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边地一尘上说的这句话。他为什么会往生到边地？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极乐世界，信心不足。啊，他信，但是他还有疑。他是怎么信的呢？相信啊，佛不妄语，佛不骗人。啊，我就信他，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没有呢，那就上一次当算了嘛。啊，有吗？我不占了便宜了吗？这种信心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就生到别人地去了。啊，佛有五种智慧。啊，这个地方说了两种，佛智、乃至圣智。啊，对这个都有一点怀疑，半信半疑。啊，这样的人生遍地了。啊，如果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相信，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就得圆满的智慧。啊，就像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具足什么？华严经上佛说出来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佛有，自己也有啊。啊，不相信佛就是不相信自己啊。你要是真正相信一切众生跟佛不二，生佛不二，生佛平等，佛很谦虚啊，把佛放在后面，把众生放在前面啊，众生跟佛平等，众生跟佛不二啊，佛有的我们通通都有啊，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造的是我们自心变现的。中峰禅师讲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你要是真正相信啊，断除疑惑，信即善根，这个没有问题啊，你怎么会堕得疑尘呢？啊，对于这些有疑惑，不是完全相信，也不是不信，这才到疑尘里面往生。在疑尘里面，哪一天他相信了，不再疑惑了啊，叫断除疑惑，他不疑惑了，哎，相信自己的善根了啊，做诸功德，自心回向啊，所以戒于七宝花中啊，自然化身了啊，须臾之情，这是时间极其短暂。他的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这些都是法身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弥陀第二十愿所加的加持的啊，二十愿里面讲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是成佛了，没成佛也等于成佛了啊！所以生在凡圣同居土里的这些人，阿弥陀佛加持他的智慧德能相好功德神通，都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的，起不起作用？还是只是样子，表面的，不，作用不如阿惟越智菩萨，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了。
佛在本愿里没有这样说法呀，没有说形象上实质不一样，没有讲这个话，那就是真的完全一样。真的完全一样会起什么作用呢？跟十方世界感应道交的作用。所以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只要跟阿弥陀佛见了面，你就有能力跟化身菩萨一样，在十方世界去度有缘众生。众生有感，你就能应，这还得了啊！真起作用啊！如果不起作用，到极乐世界还要修一段时间啊，你才能够起这个作用啊。这经上没说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阿惟约智菩萨作用太大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他是真正实现了，真正做到了。我们今天只发个愿，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做不到啊，他是真能做到。而且像普明品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有这么大的能力，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能现这个身，应以菩萨身，他就现菩萨身啊，不是自己想现什么，众生的感，这个众生他希望看到哪一尊佛，看到哪一尊菩萨，你通通能现啊。他喜欢什么法门，你们有一样不通，不要学的全通了啊，不是你学了学通的，不是的，不需要学，自然就通达了啊，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阿惟约智是见性的菩萨了。我们往生的极乐世界虽然没有见性啊，弥陀威神加持等于见性，真管用啊，不是好看的，不起作用，它真管用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神自摸真经是神啊，相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这就是阿惟约智菩萨啊，化身大士具足成就，具足是一点欠缺都没有啊，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又阿弥陀古印声王陀罗尼经曰：西方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今现有佛号阿弥陀，若有四众能正受持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了，灵于宗室阿弥陀佛即于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见以寻声庆悦，倍增功德。一是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胞胎慧欲之心，纯处仙妙宝莲花中，自然化身
具大神通，光明合一。这个经上也讲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孤阴生王陀罗尼经，啊，那么他所说的，更世尊在本经、在弥陀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若有四众，这个四众是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啊，就通通都包括了，在家男众、在家女众、出家男众、出家女众，这叫四众。啊，能证受持彼佛名号，受是接受，持是保持，啊，可不能失掉。啊，就是。真心诚意，儒家讲的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在我们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向转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了，这是真正之宝啊！啊，宝是比喻，世间你有宝，你就有财了，你就能解决你的贫穷问题了。这个宝要得到了啊，作用可大了，解决了我们无始劫来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解决我们无始以来向往着佛道。那能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得到解决，而且得到圆满究竟的解决，这个宝世出世间无与伦比，没得比的。我们今天得到了，你能不珍惜吗？啊，真正得到的人一定是紧紧抓住，这就叫受持。一分一秒都不愿意舍弃。啊，今天社会说分秒必争，争什么？争这个阿弥陀佛，争极乐世界。这是你真的真到了，这个世间怎么到啊？你真这个地球，整个是地球你的，地球有灾难，会瓦解掉了，到时候你一场空，什么都没有了。那科学家告诉我，太阳有寿命的，那是个火球啊，燃料烧光了，这个球就没有了。啊，太阳没有了，这个地球不能存在了。就世界有尘住坏空啊，假的不是真的。啊，要能放下。啊，最重要的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希望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不能放下啊，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你也晚上睡觉做梦也念阿弥陀佛啊，那你心里就是真有阿弥陀佛了啊，口里有阿弥陀佛，心里没有阿弥陀佛，那做梦不是阿弥陀佛啊，做梦是阿弥陀佛，说明你心里头有了啊。我们世间人啊，心里头做梦，常常梦到自己家亲眷属，那什么，他心里头真有啊，他梦不到佛菩萨，对佛菩萨还生疏，还很遥远啊，梦里头有家亲眷属，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为什么死了以后还跟他们团聚啊？他们到鬼道，那你到鬼道去团聚，啊，他到地狱道，你到地狱道去团聚，这个不是麻烦事情吗？啊，所以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解决我们自己亲人的问题。啊，你成佛了，哪些众生来找你啊？是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啊，他跟你有缘，他起心动念，你通通晓得啊，起心动念发出来的信息，你完全收到啊，你知道他现在环境什么样，你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他有没有出力的念头啊？有出力的这个愿望，你就能帮助他求生净土，还没有这个念头，你帮助他远离恶道啊，真能帮得上忙啊！所以一定是先成就自己，你才能成就家亲眷属，成就有缘的人，成就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真正的成就，就是示现榜样啊！啊，做出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啊，有缘没有缘全看到了。啊，他会受感动。啊，也就给你结了缘了。至持名号的功德，是无法想象的。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来演说，说无量劫都说不完。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一句佛号看作那么大的功德了啊？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啊，在面前呢，不知道它是宝啊，不知道它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所以疏忽了啊。喜不喜欢？喜欢。愿不愿意去？愿去，但是这些都没有摆在第一位。愿意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还不想离开。啊，愿意念佛，可是杂念还很多。
啊，这是一般念佛人普遍的现象。啊，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原因都在此地。啊，所以真正知道这功德，啊，临于宗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宇宙大众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全是自己有缘的人。那佛来了，你看到了，啊，看到当然生欢喜心，功夫成就的，真把佛念来了。啊，见到佛，佛一定放光照你，佛光一照，你自己所修的功德就正提高一倍。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弥陀经，啊，翻译的弥陀经里的一心不乱，不能说他错，有道理啊。啊，临终的时候，那个人念佛是念到功夫成片的，功夫不成片不能往生啊，啊，念到成片，佛光一铸照呢，功夫成片就提升到一心不乱。啊，所以那一心不乱是有道理的。啊，原文上不是一心不乱，玄奘大师翻译的是一心细念，啊，不是不乱。啊，你细心去体会，罗什大师没犯错。啊，罗什大师的话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倍增功德。啊，那么在这个经文上，我们能得到证实啊。一是因缘所生之处，这所生之处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永离胎胞。慧于智心啊，我们在六道受的这个身呢，这身不干净啊。啊，所以古人形容这个身体叫臭皮囊。啊，这个皮带里面东西都是肮脏东西。啊，都是不是干净东西的。这形容的很好啊。啊，要真正了解这是个臭皮囊，你就不会爱惜它了，啊，不会那么样用心去保养它了，啊，你会得自在。啊，生到极乐世界，你看纯处仙妙宝莲花中，自然化身巨大神通光明合一。啊，所以莲花化身不是像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的。啊，阿弥陀佛身相多大他就多大。啊，他跟弥陀身相是完全相同的。啊，如果有小慢慢长大的话，啊，那就有生有灭了。啊，极乐除了常寂光土我们不说它，其他三土它是平等法界，这是非常稀有非常难得。啊，你看化身就具有大神通，
就放光明。那真的，这就叫阿惟越致菩萨了。上至二经，啊，前面讲的这两部经里头，同表往生极乐智之人，介于莲花中自然化身。啊，这一愿很重要啊，清净无垢。神通智慧放大光明，具如菩萨，就像十宝图的菩萨一样。啊，即弥陀慈愿之所感，二十四愿莲花化身愿呐。莲池大师，弥陀苏超曰：六趣众生，则中阴之身呢？自求父母，往生善事，在一坛之前啊，莲花化身啊，这是这个话是莲池大师讲的。六趣是六道，我们这个世界六道里的众生，人死了以后叫中阴身，灵魂是中阴。中阴有形，没有质，它不是物质，它有形状，啊，透明的，有形状，啊，没有物质的身体，所以它随风飘的，速度很大。孔子称他为游魂，啊，他没有空间的障碍，在远的地方他一念就到了。所以一般众生呢，死了以后就中阴身，中阴身自己去找父母，他又去找身体啊。啊，找身体不由自己的意思，如果有自己的意思，一定会找富贵人家了，那一定找好地方啊。那不会到穷苦人家里去，也不会到畜生道啊，到恶鬼道，他怎么会到那里去呢？啊，所以他是他自求父母，业力在做主宰，没有他自己选择的。啊，他去投个猪胎，他所看那个猪，他非常喜欢的。啊，看那个母猪是美人呢，他起了爱心啊，啊，他就堕到那去了，啊，钻到那个猪肚子里面做胎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悔莫及了，啊，他就得要忍受了一生。啊，所以说是投身母腹，啊，奉会之处，借成卓然罪业之体。这是讲六道众生，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干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干了多少次了，无始劫以来就干这个事情，生生世世，
啊，我们自己不能不承认。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一生当中学佛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不想再干了。那我们到哪里去呢？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莲花化身，这活如往生之善事啊，这就是念佛往生的人。临终蒙佛接引，一弹指间呢，化身莲花之中，今生安乐之国。啊，永远平安。永远享乐。那个世界没苦了。那再告诉你，极乐世界的乐不是天天唱歌跳舞啊。极乐世界没有舞场啊，没有舞厅啊。没有剧院呢，没有。啊，什么乐呢？听经学教之乐。学习当中的快乐啊。这个快乐一般人不懂啊。所以一般人很少人想到极乐世界去。你看到极乐世界去是想去做官，那人没有官做。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总统有国王，没有，他经常都没有说过啊。想是去发财，极乐世界没有企业家。你们看遍这个经教，是诸佛如来释迦牟尼佛介绍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你看清楚了，它只有两种，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佛是老师，菩萨都是学生，都是同学。到那里去是修行的，成就自己学业的。啊，成就之后到哪里去？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表演了。这要认清楚。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里办了一所大学，佛教大学，他是校长啊，许许多多等觉菩萨那都是老师啊，诸佛如来到那边去也常常给大家讲课，法喜充满，其乐无穷啊。啊，那个地方是法乐啊，我们世俗这些娱乐一概没有啊，名都没贴，这都名字都没有，哪里会有这些事实呢？那下面给我们解释莲花，是莲花者，乃谢凡阔之玄功，安慧命之神者。这个意思好啊！啊，讲得太好了。凡是凡夫，阔在此地是个比喻。啊，我们对六道这个身呢，坚固的支柱，所以你没办法离开呀。啊，在六道轮回，舍身中阴，他马上就投个身，在佛经上讲，49天他就投胎了。
决定大多数。啊，极少数，时间长说都是情执，他认为那个尸体是他，他不忍，他不愿意离开，啊，埋葬那个坟墓就，他的灵就在那个坟墓上，叫守尸鬼，他不肯离开。真可怜呐！啊，这个执着啊，就好像坚固的甲壳一样。啊，往生那就把它卸掉了，脱离了。啊，这凡夫之壳、六道轮回呀，离开了，永远离开了。暗晦明之圣者，极乐世界。是我们到那边去安居啊。啊，这莲花了，莲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啊。啊，莲花代表清净，出污泥而不染。欧耶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啊，很明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